发生了什么情况？让包王直播间全是哈哈哈！打草地月，打的大家看我的笑哈哈啊！看对决吧，双方又在单挑。啊，一个贺灾，别在板边啊！哎，这一波想的太多，忽然想剪刀脚打乱洞。好，剪刀脚命中，发波。继续发。草地烈打得很冷静啊！哎，看好机会再跳过去。哎，这一波可以直接秒的，他不玩了，他不秒，想要活捉是不是？想要玩活捉的是，很有自信啊！继续发波，好发波，哦，被活捉。这个应该是故意想要活捉霸王搞一下节目效果的啊，看看霸王后面啊能不能马上来报仇，随即的打脸。哎，发波被跳过去，还是不打最大伤害啊，最大伤害可以接这个毒咬三段的。好，一个天龙加招，继续站低降低。来一个抱歉发波，我去，看招真准，这么淡定的草剃啊，就是不过去，我血量多了我就不过去了，这一下霸王反而是急了啊，人家继续防啊，吓一下霸王。哎，吃包子了，招，看好时间，看好时间，吃包子了。哎呀呀，回撤，哎呦，打一下还要回撤哈，真的是要搞节目效果，活捉两次霸王啊，气得捶胸顿足啊！关注羞羞，不易走丢。